小妖离开，你最好别接近我，我一看到你就想给你下毒。防风被跟着他，你的那位朋友就这么招你嫌？向柳招他嫌吗？当然不是，不过他倒是比较招他嫌。小妖问：“你跟着我做什么？”那日在园中相见时，他应该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但现在他应该已知道他的身份。我无聊，我看你也挺无聊。 两个人无聊总比一个人无聊好。那个晚上，在他见风前的死亡压迫感，小妖还记忆犹新。讥嘲道：“你来轩辕城干什么？不是为了来无聊吧？”王峰对笑嘻嘻的说：“我来轩辕城做的事情都见不得光，一般是晚上忙，白天是真的很无聊。”小妖哑然失笑，这人的性子和他妹子截然相反，无赖的坦率。 听说你们家的人都很善于射箭，不错。你和你妹妹的箭术谁更好看？好到什么地步？你想看我的箭术吗？小妖随口说：“好啊，随我来。”王峰被回到住处，命人牵了两匹天马，带着小妖出了轩辕城，来到敦物山。王峰被问道：“你想我射什么？”小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。 指着对面悬崖上攀附在松树上随风摇摆的兔丝子，兔丝子夏秋开花，现在应该已有小黄花，就射一朵花吧。防风被从天马背上拿下弓箭，弯弓，搭箭，拉弦，射出。小妖笑起来，都不知道有没有射中。防风被伸手，箭从对面的悬崖飞回他的手中，防风被拿给他看，纸峰上有一点点黄色。 显然是射中了花，小妖不得不赞道：“果然是好剑术，想学吗？这也能教人。你现在要学的是射箭的姿势，又不是修炼的心法，任谁都能教你。不过我教，自然是最好的。”好啊，小妖猜不透防风被想做什么，但正如他所说，反正无聊，就看看他想干什么。防风被选了一个距离他们不远不近的大树。 就拿他做靶子吧。他把弓递给小妖，小妖模仿着他刚才的动作，握住了弓。王峰被说：“不错，有点样子。身法当正直，不缩颈，不露臂，不弯腰，不前探，不后仰，不挺胸。”他指点小妖调整细微处的姿势。你的力量小，最好采用四指拉弓，大拇指自然弯曲指向掌心，食指靠在和下面。 弓弦对正比，对下河。他把一支箭递给小妖，小妖射出，箭斜飞了出去，半途掉下。他又递了一支箭，依旧和上次差不多。连着射了几箭后，小妖比前两箭强了不少，可没有一箭接近大树。小妖叹气：“真是看着容易，落起来难。”防风被站到了小妖身后，握着小妖的手，引着小妖的手。 引导小妖跟着他的动作，身端体直，用力平和，拈弓得法，架箭从容，前推后走，弓满是成。随着橙子，剑飞出，稳稳地定入了树干。什么感觉？心中什么都没想，眼睛并没有盯着靶子，只专注于引弓射箭的动作。悟性不错，小妖苦笑，不是他想悟，而是那一瞬。 他身体的反应就如同香柳接近他时，他简直觉得他会一口咬在他脖子上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可如果真是香柳，即使他和防风家有什么合作协议，防风家也绝不会把家传的剑术传授给一个九头妖怪。防风被又带着小妖拉了一次弓，保持这种感觉，继续。小妖自己射出一箭，虽然没有射中大树，却已经到了大树跟前。 小妖真正生了兴趣，立即又射出一箭，并入了大树。小妖有点不敢相信：“我射中了！”防风被微笑。小妖立即拿了一箭，模仿着刚才的感觉射出，却居然和第一箭一样，半空中就坠落了。防风被道：“你生了的十几脚。”小妖不相信，还想再试。防风被阻止了他。今日到此为止。小妖不解。 我以为要多多练习，你再练习，只会越射越差。那种错误的感觉反而会因为一遍遍练习巩固在你心中。相信我，凡事都是见好就收最好。小妖放下了弓，你若去做师傅，保管徒弟都喜欢。王峰被笑起来，人与人不同，我这法子只适合聪明人。谢谢夸奖。王峰被翻身上了天马，两人策着天马慢慢下山。 小妖说：“我看你灵力修为比一应高很多，怎么可能剑术比他差呢？”王峰被笑道：“很多人认为射箭要臂力惊人，其实不然。射箭是个巧劲，四两拨千斤才算好。经过特殊锻造的弓箭可以穿破灵力凝结的防御，即使是一个没有灵力的人，只要用对了方法，也能射中灵力比他高得多的人。我灵力修为是比小妹高很多。” 剑术却的确不如他。小妖盯着防风被，心中波澜起伏。他灵力低微，所以他只求自保，早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想法。可如果防风被所说是真，那么一定距离内，他也是可以主动进攻的。如果再碰到像上次于江刺杀专虚的事情，他能做的就不会是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拦。 防风被却好像完全没感觉到自己说的话会对小妖产生影响，他笑问小妖：“有没有兴趣和我学习射箭？”有，防风被说：“你陪我解闷，我就教你。”小妖回道：“防风被把小妖送到了颛顼的宅邸前，叫道：“明天见。”小妖目送着他策着天马，犹如浪荡公子般疾驰过长界。 小妖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变得十分忙碌，他要炼制毒药，要练习射箭。当防风被有空时，他要向防风被学习射箭，还要陪着防风被找乐子。小妖和防风被在一起后，才知道什么叫吃喝玩乐。他觉得简直在重新认识轩辕城，很多藏在小巷子里的地方，别说是他，就是他那几个表弟都没听说过。可防风被知道。 他犹如识徒老马一般，带着小妖吃喝玩乐。周饶国的侏儒族开的珠宝店，也许因为他们人小，手指也小，所以他们打造的首饰格外精巧。一块普通的红宝石，他们能雕出上百朵的玫瑰花；一枚水滴坠子，他们能把一对情侣的画像雕刻进去，栩栩如生，如见真人。小妖叹为观止。 给阿念和静安王妃各选了几件首饰。巨人夸富足的饭铺，吃饭的碗像小妖用的盆子。小妖本来绝不相信自己能吃完那一盆，可尝了一口后，他立即一口接一口，把一盆饭全吃了。他哼哼唧唧的喊撑死了，却毫不后悔被撑死。花妖开的脂粉店，那些脂粉小妖倒不稀罕，可一滴凝炼的花露，能让人身体凝香一个月。 清幽的莲香，傲骨的梅香，空灵的兰香，还能有各种调制的方法，能调制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香气。连小妖这个做惯了男人的人，也不禁陷了进去，试着各种香露，忍不住买了十几种花露。防风被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，每隔五六天，他才会要小妖陪他一天，恰恰够小妖把上一次学习的射箭技巧巩固。 有一次，他甚至消失了三个多月，才再次出现。小妖没问他去了哪里，他也没解释。小妖和他都很明白，他们的教授与学习只是一种很短暂的关系，随时会因为一个意外终结。但在外人眼里，防风被和小妖算是走得很近了。而且因为传授剑术，小妖和他之间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亲密。防风被是个很随性的人，有时来找小妖。 小妖如果再招云峰，他就直接跑去轩辕山，请侍卫通传。小妖也不觉得需要遮掩。两个人一来一往，整个轩辕城都知道高新的大王姬和防风家的二公子交好，连颛顼都打趣小妖：“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，我还想多留你在身边几年，你可别被防风家的那个浪荡子勾引跑了。”小妖笑吐吐舌头：“只要他还有可能射你。” 我是不会跟他跑的。不知不觉中，一年多过去了，小妖有些糊涂了，不知道防风被究竟想干什么。本以为他教授他剑术，只是一个接他的借口；本以为他带着他四处游玩嘛，只是想打开女人心门的一种手段。可是他教授的非常认真，让小妖每次学习剑术时，真的很尊敬的把他看作了老师，和他一起的吃喝玩乐。 更像是两人在享受生命，两个什么都不在意、什么都不介意尝试，却又什么都不想要的人，做了个伴，在熙攘红尘中寻找点滴乐趣。很多东西嘛，一个人和两个人截然不同。比如吃饭，菜肴再美味，一个人吃总失了滋味。小妖相信，防风被也是同样的感觉，所以。 他毫不吝啬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有意思的事情都翻出来，带着小妖一起去经历。小妖有时候觉得，防风被像个寂寞了很久的孩子，玩过无数玩具，早已索然无味。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玩伴，不禁迫不及待地带着玩伴一起去玩，想要和他分享一切。看似嬉闹，其实是最真诚的。渐渐的，小妖也是真诚地陪着他吃喝玩乐。 只要反防风队没有网攻对着颛顼，他就不是他的敌人。这一日上午，防风队教导小妖练习剑术；中午，两人去歌舞房吃饭睡觉；下午，防风队带小妖去了黎戎族的人开的地下赌场。传说黎戎族上古时的先祖是双头狗妖，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和原因，每个进入地下赌场的男人都必须要戴狗头面具，女子则随意。 小妖看防风被戴上狗头面具后，变成了狗头人身，笑得肚子疼。小妖笑够了，也戴上狗头面具，举起两个爪子，对着防风被汪汪的叫。防风被笑，如果你被离戎族的人暴打一顿，扔了出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走进地下城后，到处都是狗头人身，衬托的那些没戴面具的女子分外妖娆多姿。小妖又是笑。 因为大家都没了脸，也就可以不要脸，一切变得格外星号星号落，香艳到淫荡，刺激到血腥。小妖和防风被穿行期间，都云淡风轻。防风被先带小妖去赌钱，小妖曾在赌场里住过五年，靠这个吃饭，如今重操旧业，一直在赢。防风被也一直赢，但两人都很懂规矩，适可而止。 他们去看奴隶的死斗，正好用赢来的钱下注。搏击的双方不死不休，在一堆疯狂呐喊的狗头人中，小妖泰然自若，防风被也面不改色。死掉的那方血肉模糊，活下来的一方也不见高兴，缩坐在角落里，一双死气沉沉的眼眸。这一次小妖赌输了，防风被赌赢了。小妖不服气，侥幸而已。防风被道。 那就再赌一次，赌什么随便你选、啊，我们就继续赌这个奴隶。你明天还想来看他死斗？你看到他的眼睛了吗？这是一双已经绝望的眼睛。我们就赌谁能在刹那间给他希望。